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双十一来抢8888元大红包，点击简介链接直达红包会场。10月26日是著名演员郭富城56岁的生日。郭富城的妻子方媛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和两个女儿一同为郭富城庆生的照片，并配文“老公生日大快乐”，当众秀恩爱，引起网友的关注与热议。照片中，方媛与郭富城一起亲密贴脸合照，十分的甜蜜。当天，郭富城穿着红色上衣，方媛穿着粉色上衣，夫妻二人十分的喜庆与相配。在生日现场，方媛精心布置了许多的气球，十分的浪漫与用心。郭富城和方媛还一人抱着一个女儿，一家四口看起来幸福美满。桌子上三个不同风格的大蛋糕也是十分的吸睛。郭富城与方媛还一同举香槟庆祝，并留下珍贵合影。郭富城的手揽着方媛的腰，二人面对镜头，一个精神大气，一个温婉动人，郎才女貌，十分相配。除此之外，郭富城的生日蛋糕也是别出心裁，蛋糕上有两个大人坐在一块，下方还有两个游泳的小朋友，正好对应着郭富城一家四口，蛋糕中也是满满的心意。郭富城与方媛虽然很少在公众场合秀恩爱，但是对于重要的日子，夫妻二人都会格外重视。前段时间，郭富城与方媛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过节，方媛和孩子们都还特别有仪式感地换上了漂亮的旗袍，夫妻二人一起对着镜头手提灯笼，郭富城的一只手还不忘扶着女儿，而方媛的手则搭在郭富城身后，连细节中都是甜蜜。对于妻子方媛的生日，郭富城也从来都是谨记，并在生日当天与方媛亲密合照，方媛对着镜头笑容甜美，郭富城则搞怪眨眼，夫妻二人一静一动，配合得十分默契。而郭富城精心为方媛准备的蛋糕是粉色与玫瑰的搭配，如此少女心的搭配也是将方媛宠爱的像个公主。郭富城与方媛结婚时间虽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二人已经共同孕育出了两个爱的结晶，并且结婚以来一直相伴身旁，彼此会细心的为对方的大小事准备，情意和心意都写在了生活里，十分的让人羡慕。编辑，耶耶耶，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